来将阮牵，牵阮入你爱的海港。两字爱你的孤泡，阮的一生也关关。无论你爱阮往西也往东。我是什么人自作多情啊？哦，我冇看过你这样无修养的人嘞哈！你啊明明是狗咬米当鞭，不识好人情啊！你潇洒我啊你唔要！你把我潇洒我？嗯，你做好歹啊！你干嘛要潇洒我？我问你，你把谁潇洒我？你把谁潇洒我？哎呦，哎呦，告衰对了，叫燕桃了，哎呦！啊，拍拍死了。啊，这就阮查某囝洋娃娃啦。洋娃娃，哦，阿伯你念他呢乌白蛋啦，客车大家啦，啊，搁要斗阵啦，那当作粪扫堆啦。我以后会注意啦。囡仔自细汉就爱好好教事啦，大汉才会正面啦。像你看到安尼古锥古锥哦，那安尼无教无事。哎，无你是你讲啥物笑话哈？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讲我以后会注意。你安尼是嘴敢若鸡毛咬针嘞，细细念。不然就唔了，恁囝你偌乖啊？恁囝是共我用面甲打到归厝来。好，来，今日甲我讲好清楚，对即摆开始，即、這个客厅咱一人一半，吼。啊你吼，即，唔对唔对，过来。这边是恁的，对角围起来。这边是阮的，你迄边恁要安怎吞，阮管无差。阮这边阮要安怎吞，迄阮兜的代志。对于即摆开始，应该讲是残暴狗腿无留。安尼解好。还讲，请你讲。人善志气还在，迄配件的钱吼，拢总1600块。啥货啊？1600块你起笑，你敢当作潘啊？哎，迄不是普通件啦，迄是名件呢。那无算我送佣金无？嘿嘿嘿，免来这套啦，钱我家己付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解好。到来找到空客哦，我自然的行李啦。哎，我来给他等一个洋娃娃，讲什么客兄叫做粪扫堆。他唔知上一边是叫做粪扫堆啦。客厅要一个人一半，我要哪会晓？哎，爱就做啥用呀？年轻貌美。那有可能啦，你那带这么辛苦，主要是要安怎做代志啊？买啦，
阮迄囝出乖，伊袂妨害我做工课啦。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歹势吼。头家，咱参详一下好不好？免参详啦，真的啦，我这毋是救济伊啦。救济伊？哎，谁讲爱你救济？我敢有讲叫你爱救济？我是要靠我家己的努力赚钱的。头家，你想讲你有钱哦？你下摆哦？谁规定的？我问你，谁规定的？谁规定查某人带囡仔都袂使出来去做工课？啊，大人带囡仔无外口要死。我。你安怎？我你讲哦，你今日若无用我吼，我。不爱你。啊。我错了。我你试看卖啦吼，谢谢啊，头家，多谢你啦，多谢，我就知影讲你不是安尼啊无情的人，真歹势呢，我拄啊误会你。别紧，来，头家，哎，冲看嘛，你要坐，我坐啦，怎样？你坐车去哦，你看我坐车，我坐车脚手滑咩哦，这是啥？乖，你好乖，谢谢。阿爸，无爱说哦。嘿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歹势头家，你再再先借我半个月薪水无？哈哈。哎，爸爸，去哪呢？来，小姐们。哦，爸爸。哎，莫讲超过。我们有电无电，咱就莫同只过一半嘛，啊！爸爸，你看。啊，光英啊，啊你食饭啊未？来，嘿嘿，啊无吼，你甲秀玲吼，光家食一便当好无？哦，来。过来啊！我光英。爸爸。今天拢怪怪呢，为中昼倒来就无看过伊食过物件。啊，秀玲，你先吃，阿爸爸过来甲看卖咧吼。好。欧英啊，欧英，欧英啊，巴肚还都爱食饭，唔才对。哦，我知啦。你是讲你妈卖甲你卖对不对？你放心啦，小等你妈妈若转来哦，阿叔甲伊讲一下就好啊。你妈妈都袂甲你骂嘛，对不？摕去吃吼。你即摆若唔食饭哦，迄巴肚要过头是毛呢。快摕去吃。好啦，若无你即摆若无想要吃，我便当甲你放对面。阿叔等巴肚要摕去吃哦，吼。就甲你啊，买一盒买彩色皮甲蜡皮吼，啊你用迄旧报纸咧围吼，我甲伊放遮嘿。国英啊，啊你哪有迄彩色笔？你这个囡仔足奇怪呢，啊妈妈叫开我，保你袂晓用吼。妈买上爱食的卤肉饭，来。你这个囡仔是安怎？逐摆看到卤肉饭，就敢若看到性命共款，今日袂食，是不是人无爽快啊？
秀玲爸爸买予你吃的。一人一半，哼，哎，有诶做士大人诶吼，敢若知影生囝，毋知影要安怎饲囝啦。爸爸，你是咧讲啥？你咧甲谁讲话？伊是咧甲我讲话啦。我敢甲你讲话？绝情诶，迄条梦，打碎是我头梦，不愿伸手牵你脚。我敢甲你讲话？你稍等咧。你跟你讲的哦，田无沟，水无流，一人一半，你别过来啊！我们吃烤鸭呀、啊！大家来吃烤鸭！李先生来吃烤鸭，别跟人家了。不，李小姐来吃烤鸭。我早都不是小姐了。小妹妹，呱呱呱呱呱，啊，吃烤鸭好吃。我吃完了，我最讨厌吃烤鸭了。我不吃。李先生，这媳妇啊，我是讲贪财心细的，啊，小弟爱过来做事的。是。房子找好了没有？赵先生，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没有时间去找房子，我不怕生要搬。这是，赵先生啊，当你有房子租给我，你有钱赚，我有房子住，那不是很好，对不？哦，话是，李先生，这是安妮了啊。我看你这个人呢，是最喜欢安静的。我们几家挤在一起挺别扭的。春愁那个小的又喜欢哭，而且你们两个人相处的并不太好。春愁是喜怒无常，那有时候挺麻烦的。啊！透早恁两个查甫人是咧讲我什么歹话啊？没有了，我们聊天开讲尔啦。不，拍戏，我先出来去，好。不，李先生，林小姐，有什么话直说啦？你别看着我人说人话，看着迄个鬼讲鬼话啦。行，安静了哈，我反正也浪袂歹了哈，出来比呢讲干苦了。我呢是单身的，又有点钱，如果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如果住在一起哈，啊，好像有一个教导对吧？讲干歹啦，别妄想啦，老二我不骗你啦，真的劝你，我这个女人跟男人没有缘。男人只要对我有意思，一个倒霉。啊，那些艺术想要娶外人，就死定了。啊，真的死定了。我不信这个邪。老啊，你黑这啦，可可你，真的不要试啦，我骗你呀。张先生，你改变主意了？不是啦，我想讲要一个很好的建议啦。啊，什么建议？你说。我应该你说啥？啊。给我媳妇，也用不着这么快了。我马上给你煮饭啊！给我煮饭的。我给你做这拢总吼，一个月算你5500就好了。哎嘛，扣掉厝税吼，你只要再给我500就可以的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买，我买啦。你买。头家还阁借无钱，这个月厝税是要安怎？啊！你来这无说你啊，这是要安怎？啊！这块嫁妆呢？哇！又阁弄破去啊！没关系，我赔了。哎呀！现在你相信了吧？只要喜欢我的男人就会倒霉了，那我也跟着亏。
有够衰，有够衰啦！哎，啊，你搁看，拢嘛是你创啥的？哎呦，哎呦！乖查某孙的，你免惊。即摆我阿妈哦，互你挖苦，啥物人哦，若敢搁再欺负你哦，阿妈就毋放伊煞啦。你是哪妈？是啊。哎，啊你是啥物人嘞？我叫做春条啦，啊甲添仔斗斗阵啦。啊？啊无，哎，我的意思是讲，阮同齐细厝住伫遮。你是讲，你甲阮添仔已经同居哦？哎呦，啊我咧介绍几百步，你还搁听无？阮两个同齐共细厝住伫遐，哎呦，一点仔关系都拢无啦。哦，若讲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安尼我就会当放心啊啦。哎，啊这天才是去买倒位安尼？天才啊！天才！哎呦，秀玲啊，啊恁爸爸是无听阿妈的声，毋知阿妈来了。阿妈！哎哎，歹势，这我的房间，啊恁天才房间。阿妈，爸爸今日加班，爱较晚才会回来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哎呦，啊，等恁爸爸我较早送过，一个客厅如啥啥，免讲漂漂好势啦。哎哎，啊，客厅绑这条线是啥？南北韩生的八道线是无？安尼如啥啥？哎，这边我家己整理就好啊，那好你替我拍摄。哎，阿妈，这边是伊的，这边才是咱的啦。哎呦，啊，等咱来如啥啥？看无，啊，这到底是安怎啦？这是恁囝家要说好势，斗阵租这个所在，客厅甲灶脚拢一人一半，这是界线，就是安尼。唉，现在是有够戆的啦！啊，台北市这么宽，凊彩细嘛细，安那细到这间才细间，啊，客厅也才细，啥物都搁用锁安尼围起来，是真有够戆的啦！唉，秀玲啊！恁爸爸最近是不是有跟恁妈妈继续去联络？啊，恁爸爸最近是不是搁画一挂迄落不输鬼的物件？有无？啊，恁爸爸敢有迄落拍照，跟恁爸爸安尼过过年？最近有无？换回一场绝情的一场梦，你那随时我头望。不愿伸手牵你脚。啊，恁爸爸敢有迄落歹查某，甲恁爸爸安尼过过年？最近有无？哎，秀玲啊，阿妈在问你啊，啊，你若无回答阿妈，你唔就甲阿妈回答吧。你嘛是甲较早同款，只关心阿爸，问来问去，拢无问我有好无，重男轻女。哎，秀玲，这个是不是你的囝？是啊。哎呦，你哦，唔通干那会晓想要生囝，会晓想要生囝嘛，都会晓嫁囝，会晓请囝。但你甲看，你也看，哎呦，迄个面面乌麻麻啦。我看什么三更无洗身躯啊！哦，是这样哟。查人，我跟你讲哦，讲话唔通遐吵人哦。嗯。我是代表讲你比我较侪岁呢，自大二拜到即马，我拢做娘你的哦。对，即马开始，
这边你家己管好好势，我这边唔免你管。换回一场绝情的。